8月18日，有媒体曝光陈好外出聚餐的照片。当天，陈好穿着浅色的条纹衬衫，梳着高马尾，戴着黑色框架眼镜，素颜现身，打扮低调，与友人聊得十分尽兴。饭后，一行人走出饭店，一个女儿蹦蹦跳跳地走在身边，另一个女儿则由保姆阿姨抱着。陈好怀里还抱着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搂着陈好的脖子，十分亲密。陈好在门口等车时，还情不自禁地亲了小男孩的脸蛋，疑似三胎儿子曝光。等司机把车开来后，陈好带着两个女儿，还有这位小男生，连同保姆一起上车离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